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山海镇哦。山海镇呢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化煞物哈。那实际上呢，它可能是具有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意义哈。但是呢，在风水上呢，其实山海镇呢，其实呢，它的效用呢大不大？答案是不太大的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山海镇呢，你说你要挡煞哦，你要挡煞，第一个，你都把山海镇挂在哪里？你都挂在你那屋。屋檐的上方去，那我问你哦，那个煞气呢？哦，煞气来讲有那么高吗？你要挡什么煞呢？第一个，你要挡什么煞呢？对不对？哦，第一个煞气没那么高。第二个呢，你一个小小的镜子，哦，你呢能够做什么事？哦，把它反弹回去。问题呢，假如呢那个是一个大的。20层楼的一个高楼，你只不过是个2楼的高楼，你挡得回去嘛？所以呢，一般来说呢，山海镇它的效果并没有这么大哈。而在风水里面，我们自然呢就不会以这种东西呢来当做是一种化煞物，因为毕竟来讲，它的力量过于小哈。那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